邓丽君老师帮我们做一个数字测验哦，大家测一下，未来一个月我可以有好运降临吗？哈，来9403-4631-8275-5729-2154，来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未来。我再报一次哈，来9403-4631-8275-5729-2154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哈，未来一个月我有好运降临吗？哈，那我们来看看那个一零选的，还有两位老师选的哈，2154，还有观众朋友如果选到这一组，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好运降临呢？我们来看看哦。家人同心，处处影响，就是家庭的好运降临，就是家庭大家都非常同心一致，做什么事情大家都一起来帮忙，互相的那个资助，所以没有所谓的什么夫妻不和啦，或是什么婆媳问题，或是小孩子叛逆这些问题，所以这家庭方面就嘎和满属性，所以说家庭因为很好，所以说就是家庭的好运来降临，这个也是相当的不错哈，是在家庭话能刚家运很好，就会赚钱哦。那我们看看5729，5729就是，两位主持人还有观众朋友选的，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好运降临？我们来看看哦。贵人相助，一要龙门就是贵人好运降临，贵人过来了哈，所以说不管在生活上、工作上，任何事情都来帮助你，所以会让你觉得什么事情都会非常的顺利，在贵人方面哈。那我们看看八，也是我得到，对，就是互为贵人嘛哈，贵人都来了哈。来来，那我们看看8275，8275现场是没有人选的。那观众朋友如果选到这一组，我们看看哪一方面的好旺降临哈。桃花的哦，是桃花旺盛，备受礼遇，就是桃花好运降临哈。桃花好好到让你招架不住，可能你又不想，不一定说你会一想一直桃花，但是就是对方的表现让你是没有办法去忽视他的哈，所以就是桃花好运，他会一直对你很好很好很好，让你觉得说，来猜。参考看嘛，嘛袂歹哈，所以就是在桃花方面相当的不错哈，是，这也要恭喜观众朋友了哈。那我们看看4631是一霞选的哦，还有观众朋友选的，到底是在哪一方面的好运降临哦？120分，玉霞那个哦，工作顺心，创造佳绩，就是工作的好运降临，这也很不错哈。工作方面是三级跳，是跳跃式在进步。所以是工作上面很顺心，非常的好，所以是在工作方面的好运来降临，所以说对易霞也很不错哈。工作上面好的话，那你就会有很大的那个收入哈，这个都相当不错哈。也恭喜观众朋友，恭喜易霞。那我们看看9403是，现场是阿邦选的，观众朋友选的这一组，到底是在哪一方面的好运降临？20分，阿邦你哪紧到20分呢？财神青睐，中奖运大，就是偏财好运降临，100分啊，100分啊，对，可能如果说平常就是你的财运要到了哈，所以说财运当然就是一定会赚到钱。再来，如果说平常你又不是在没有在那个买乐透啦哈，那你就不妨买乐透，可能会有一些，或是买那个叫什么刮刮乐等等，那可能会有一点中奖。那记得哦，买东西一定要拿统一发票，它也有可能中奖哦。所以说，就是财运、偏财运、正财运都会来哈。所以说，恭喜阿邦，也恭喜观众朋友哈。